千万装潢，所有的东西都要最顶级。厉害的是木材，中华东路上应该没有人像我们有这个，应该没有厕所比我们做的更豪华。女生很喜欢在这里拍照，多少钱？1200，所以这样手上就拿着2400。这是我朋友刚开幕的一个私人会所、私人招待所，他的客人比较重视隐秘。这边是会员制，没有人带路的话，你是进不来。那我们今天就约在这边，顺便为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实录，这些人不是请来的临时演员，真的都是我朋友。今天没有消费哦。当然，影片结束后。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私人招待所，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丁丁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所的环境。我们还没有对外公开，真吗？就让超哥先来感受一下。你们是 VIP， 好好好，是好朋友，老板的朋友，老板的朋友。千万装潢，所有的东西都要最顶级。首先我的感觉就是萤幕非常非常的大，地板也很特别，对，72种变换方式，像孙悟空72变一样，是不是？哦，有，你看这个爱心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你，这边是我，你有没有觉得？你不要对对很敷衍，我这样问你，你看到这个爱心，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是你，这边是我？这个很难聊，我觉得我还是买单好了。一个小时多少钱？我付完以后我们走了，换别的地方。你看，你看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一边是你，一边是我？然后它在膨胀、缩小、膨胀、缩小。蛮想探讨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我今天这是算保守。啊，那我明天再来，我想要看它不保守的。七彩霓虹灯。哦，有了有了，这个灯光如果全暗跳舞的时候会很明显。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厉害的正面墙，中华东路上应该没有人像我们有这个香槟网。对，超哥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拍一组，要拍就要拍正面。可以啊，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一定开一组。不能重婚啦。但我喝香槟很快醉。我们有一点后面的活动。如果没有我就不开了，没有我就喝皇家礼炮就好。如果有的话我就开了。你老婆很火。哎呦，这是一个雪茄式的概念，就对了。看到外面自己的朋友群魔乱舞，这时候如果做这样子，然后有一个美女在，在跟我拥抱着，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这个地方是这个招待所的特色，它有一个独立的雪茄房，它提供专业的雪茄储存设备，而且它有很好的抽风，因为你知道雪茄怕就是鬼金阴蓬蓬。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有一些比较隐秘的话题要聊，或者是公事的话，那我可以先把我的公事聊完以后，再参与他们一起同乐。所以它是一个招待所里面多功能的私密空间，它可以顾及到客人的各种需求。我们看得到他们，然后他们是看不到我们。如果你跟一个女生在里面人体蜈蚣，然后外面又看不见你们，是在玻璃上面这样东张西望，看你看。变态老板的想法。听说这边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们的厕所，哎，我们的厕所很漂亮哦，美女都会在里面，就是会自拍，因为它的光线拍的时候真的完全零修图。我还没有到他厕所，等一下我把他带到厕所去让他看一下。非常，哎，超哥，再约哦，再约。福利来了吗？花这么多钱就为了这一句话？那走，应该没有厕所比我们做的更豪华，非常美的一面墙。女生很喜欢在这
女生很喜欢在这个地方拍照，因为它的光线呢、啊、就是这样，在自拍的时候都会很漂亮，上面全部都是金色的，拍起来的那个效果就是零修图。假设这是对情侣，你看这样多有感觉。哎、欸，真的，怎么这么这谁设计啊？哎，真的，我是真的。很漂亮，还不错。帮女生，我准备一个女生专用的湿纸巾，我是一些人。你们可以先出去吗？我肚子有点痛，我刚刚喷太多酒。等一下，哎，这样子会出人命的。那我差不多，你的女生朋友要上厕所吧？赶快出来！好，赶快出来，赶快出来。这只多少钱？1200，1300啊，这只哎、欸，这只要1300。这只表跟这只表我都不认识，我只知道他们都很贵，所以这样手上就拿着2400，两只打包我就去卖屁股了。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比较。你看这个，呸，很漂亮啊！哎，这就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啦。当我们现金买这个不觉得痛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功了。我的朋友都比较不方便露脸，他们很重视隐私，他们都是我真实人生的好朋友。我们这些好朋友的聚会很单纯，都是男人之间友情的碰撞，抽雪茄，聊聊车，小小喝一点，或者是一个很好的气氛之下，我们吃一顿饭，就是这么的单纯。这个聚会其实有好多张黑卡，随便修一张，兄弟来，照一下相。这张卡请注意，不要去自助加油，会卡住。两次都是加油站的工读生帮我打开机器拿出来，他说：“先生，你太肥了。”干，你会不会讲话？他说：“你的卡太肥了。”今天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之外，我们也希望传达一些正面的观念。招待所就是我们好朋友聚会的场所，只是我们不想要复杂，我们不想要喝了酒以后在电梯或者在包厢外面的走廊跟人家产生什么摩擦冲突。这个私人的场合，大家一起去 share 这个费用，然后可以很安全、很开心、很愉快跟自己的好朋友相聚。兄弟，谢谢。好，超派人生，来，赞耶。Yeah